我的妈呀！这游戏重装怎么这么难呢？啊，我的天哪！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凯越。然后，是我突然良心发现，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回来射击游戏，好好的休息一下，是不是？因为老实讲，刚刚在黑色沙漠发生了一点状况，几率只有10%装备被我吃。被我连续冲过了5次，我现在觉得有点可怕啊，干！所以我现在觉得浑身有点不太对劲，我总觉得需要一点，我需要个射击游戏来缓和一下我的心情。哦，我的天啊，胃好痛哦！你们知道吗？那个10%的几率哦，他给我连过5次，我的天啊！你们不知道叠成多辛苦啊！我的天啊！啊，我的怕爆！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玩一下那个 CSO 啊，那。啊，安格拉没了，哇，好多东西都到齐了。好啦，对，总之我们今天就是来玩一下这个，对，我们来玩一下 CSO。我需要一点，我需要一点疗伤的，对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我需要疗伤的一点小游戏啊。什么时候 CS 已经变成小游戏了吗？是不是？好，就是讲。龟是三小。好了，那，好问题。那个现在好像是有挂那个，又是挂机，是不是？哦，然后僵尸 Z 嘛，哦，这个怎么讲？僵尸 Z 是什么？僵尸 Z 是什么模式啊？哦，算了，管他了，反正我们就选一个随便玩吧。哦，这关是什么？雪地生存。哇，这关也是冷门图。对。哦，这关也是冷门图哦，所以就稍微来玩一下。但是我过装过到怕啦！我的天呐、啊！我的天呐、啊！当下反应应该就跟 AZ 抽到那个拉二宝的一样的道理。好啊。其实看刚刚大家都在就是挂机有没有这一房正常玩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难得的。那僵尸 Z 嘛，就是随着时间啊，人跟僵尸都会进化的。那我来玩一下这个有认真在玩的房间。那其实因为我很久没有玩僵尸 Z 了，所以就是现在的这个特别重要，我不太熟悉。然后，因为一般来说是归的一个点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首先我们需要 LV10、LV8，那总之我们需要一些。7, 6, 5, 4, 3, 2, 1，肉体复活哈？正能量。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弹药生成。是他们的奴钢铁隶。皮肤。他们回来了。哇塞，等下这场好像有点精彩。哦呦，靠腰。怕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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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实讲啊，我不应该选这个，我不应该选背心模式之爪的，太久没玩了，谁知道啊？谁知道要选什么？Survive 啊！其实我有点想躲去冰柱上面，但是我不太确定安不安全。看这状况，冰柱应该还是安全的。对，应该是安全的。我靠！赶紧秒死嘞！各种，哎呦，怕爆怕爆怕！哎呦，啊！干！天哪！这里怎么？安安
这里满人了哦。哎，我天啊！哇，大团结！我都是被抓的吗？哎呦，正能量，正当多。哎呀，现在。滑下来了，滑下来，可以抓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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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到！干，我果然是乱人。有没有看到他头露出来，就是我们的身体？话是这么说啊，但我还真他妈是乱人。枪也换一下吧，24 10 9 8 7 6 5 4 3 2 1感染池周围僵尸 HP 回复。我记得那个是不能跳对不对？那个东西上不去对不对？就是我前面这一块钉钉上不去的样子。这我跳不过去的问题啊，干！他们回来了。上不去啊！我们是他们的奴隶。天花板回来了。那就乖乖的。他们回来了。妈的，附近有人被抓了，白痴哦！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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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！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正常吗？好像不太正常吧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讲说10%连续上，有没有？就代表。因为我刚刚还有一个东西是，那个就是黑色沙漠饰品是冲了失败，它就会全部爆掉。哦，跟你有事。啊！就是怎么讲，我要还债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像 F 就偷卡有没有？你运气太好，你就是要还债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就是来消的，有没有？我今天来玩 CSO 就是来消这个。消这个运气好到太可怕，可能明天就会出车祸。赶快先在这里啊、先被僵尸抓一抓，抓一抓之后我就可以，你知道的。哦，就是这样。赶快抓，就是赶快给僵尸消一消这个灾运，有没有？怕爆！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可以这么顺，所以我觉得，就是来玩这种多人竞技游戏才好玩。我僵尸身在我身上，是不是？哇，这是什么 SL 八神探之眼的声音？而且还是 EX 改过的，没记错是改过的。哇，好难抓的，又太愉悦了。我刚刚讲到哪里啊？对，我还过了一个28%，然后但是失败就会全爆的，好几亿的事情。他就这样子爆了，他就这样过了。所以我现在还是觉得有点良心不安啊，都让我过了饰品了，怎么还会有？就是怎么讲，不要的。干你老师嘞！笑啊！放弃哦，放弃！为什么选僵尸啊？他不能选其他僵尸。话说这是僵尸的新模子，感觉跟那个时代有点。神奇的模组啊，不是吗？可是他这个胜利要怎么算呢？他说 round 5月17号吗？还是怎样？
我其实不会看。那里面就那个很在跳啊，还敢跳一秒？哎，我可能我输他一局啊！妈的，1-0的。哎，怎么全都是僵尸技能啊？就这么想让我当僵尸是吗？哎，说到僵尸，其实我前阵子回去补了一下那个经典僵尸，经典僵尸片那个世界末，哎，末日之战是不是？哦，其实那一部我觉得拍的不错哎、欸，其实真的要讲话，我觉得那部拍的不错，算是还不错的部僵尸的那种剧情。然后它里面的僵尸其实也很聪明，我觉得算是蛮新奇，而且它的破解方式是取自大自然现有的一些经典动作。那可能有人没看过，我就不爆雷。那它其实就是。透过大自然的方式来合理的这个这么多的发展是啊，这些分析怎么会这么多，为什么还是会出现比较多的我靠，妈妈咪呀，我靠，哇，那个是那个炸弹。天哪、啊！到底为什么我的技能全都是僵尸啊？就这么想让我当僵尸吗？好啦，我还是想玩一点，就是想玩的啦，就是怎么讲？对啊，多少还是会想玩地图，但是要找啊，末日圣地，明星斗阵，这有人在玩的吗？哎、欸，有呢。还是这模式好。这个模式我当时有做过试玩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拿到可以飞的角色，好爽哦！所以我要怎么打人啊？等一下 ，what？ 女英雄，哎呀，这个。哦，干你老师 ！Boy 啊，我们家有变态啦！傻啦！你以为只有你能隐形吗？对不起，我好干，我不能隐形是不是？干，你跟我开玩笑吧？我不能隐形，身为一个沙拉居然不能隐形，这不太对吧？这不合理啊，不合理啊！这真的不合理，相信我。好干掉谁？所以我刚刚到底是在哪里被人打？我靠，那什么东西？哎呦！
屁啦，可以转这么久？哇，太久没玩这模式了。我靠，必杀三千，白痴哦，还可以跳。哦，我爱这模式。哎，那个不是那个什么吗？我靠，哎。被干，然后就被英雄干掉了。他躲龟仙娜那种地方啊？我要去自爆那个英雄。干！特救援，即刻救援，嗯、这只是可以摆 C4 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哎呀，这只好像可以放 C4， 等一下。哇，雷克斯模式，多者得意，这不是康纳吗？哎呦，好屌屌对！哎、欸，那个英雄居然不见了，我就想说他在那边炸爆他这样子。哦，火箭筒，好吧，这一次游戏。打不烂啊，哦，炸掉最后一个家伙，我们赢了，耶、yeah! ！这游戏真好玩。哎、欸，他先，哎、欸，他的那个任务好酷哦，每周任务是吧？啊，被踢掉了，为什么？坏。是因为我太猛吗？我不知道。干，我只是想玩个游戏，这么困难吗？无界炼狱，僵尸异变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好玩。侦察部也不好玩。乐斗模式有人在玩，怪兽乱斗还有足球，但是都是少人的。我们再玩个什么模式？随便玩一下枪王之王。我跟你讲，枪王之王啊，就是好玩。众所皆知，枪王之王是我的擅长项目。哎、欸，没有了。当然选 Mado 啊，是不是？ Headshot.是不是妹手超棒的？超爱妹手！哎、欸，天哪，没子弹！哈，还玩嘛？是不是？他那是什么岩沙黑龙吗？哦，应该是岩沙黑龙。总是打不到的。哦呦，他怎么？哎、欸，我发现我有个弱点，就是我被吓到的时候会口齿不清啊，什么话都讲不清。我怎么听到 SK 四的？
人了，撤！最佳战友，大爆！我真的是受到刺激的时候就会。大爆！来来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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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，直接被爆头哎、欸！干。太久没玩了，太久没玩了，都是手法生疏了。今天 LB 火头，哎，他现在看不到自己是什么，IG 反位，好单纯。带你去然后看到飞机之中弹道我相信我曾经有个朋友告诉我，不要在别人的领地里面换子弹这件事情。今天想想太难了。我没事在人家看板上面换子弹这样，干了招牌。兄弟们，人家都在这边啊，过来打人家、啊。把我人打掉了。干我的天哪！有点杀爆人了。Why？ 我真的不懂，我真的不懂。警卫刀，警卫刀，出来，警卫刀。马上干掉一个，好爽！还是有就是那种小狙击，这个小狙击的感觉会比较适合我。好干掉！获得一个 CSO 活动。我靠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的时代来了，不腐烂好不好？没有，没事，对不起，什么？什么？我的时代没有，没这种东西。HK 的时代早就过了，好不好？不要瞎掰好吗 ？HK 的时代早就过了。哎，这哪边怎么知道？哪边怎么知道打一般？
在还是那把打越多弹就才会有火花的那一把弹，都只认得出我。你看人家拿那个火球套了，一个不爽啊！我感觉这把是我来的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少看到一个人，哎，死前还是看到一个人啊，爽，好爽！你去哪里啊，小姐姐？哎，其实我最近发现太多大陆的一些不对岸的一些人。人是从学习开，就是学模仿别人开始，就是怎么讲，很容易学人家的一些用语，然后导致就是会有一种就是自己特色的感觉，特色感觉是不是？我不是很喜欢，就是我希望有个人特色，在印度大陆的用语这样。啊？这把给我对了吗？你拿这把给我对吗？承认我以前常常拿这把刀，对吧？而且这样就不太好，大哥。这种场合真的不是不是拿手机的时候好干。打到人家，可是金刚术的时候被我们大家一大炮了，因为他穿什么的？雷霆鱼直接被他炸到剩几团了，有没有？你就知道那个大炮是有多大。到底炸到我？我真的很有，我真的很怀疑到底炸到我。好像都是助攻哦，就是说杀个完整的人。我靠！不对啊，不对，大哥不对啊！你拿一个，我这里会用。而且我还觉得我杀不到人。你那个新配的那个暖气真的暖一暖。因为我以前有问过，就是当兵的人，我说他们金枪兵不是正面站着人家杀爆人家的好吗？金枪兵用来在后方两侧交叉反射，并没有人会偏向叫你正面拿着金枪兵打人家的。我们不是三公好吗？三公也不会拿火枪。哎，你这不是那个？桑纳波斯事件，不是桑纳波斯事件，不是拿来杀人不好用，不是拿来打伤害物的吗？你看他打不到人啊！那是不是刮到自己？这样也能助攻，这枪，这枪真的很。Triple kill。哇，这模式真是越来越乱了。而且为什么等级上下还要开放？原本不是只有到18吗？我记得好像是到18嘛，然后。越来越
高是吗？这样还能打到人。你知道这把枪，这把黑天使是不是？你给我一种，你不会知道鳄鱼其实有墨绿色这种，但鳄鱼其实是有墨绿色的。我一直有一种就是鳄鱼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拿着鳄鱼，然后鳄鱼就喷这个子弹出来，这样那种感觉真的很。都被他飞过去了。所以这把枪其实给我一种机械感，是鳄鱼。啊！上帝加猛炮，我靠！以前的梦幻剧情，现在的都是。对面也拿上帝加猛炮打我干。干什么？哇！哎，干，没打到。哦，震天龙爆！哎哎，有人打到最高等了。哦，直接赢了。爽炸一波有没有？哇，那個、感觉真棒！收起来啦！哎、欸，怎样？那个，怎么那是我们这边的人是不是？这把算重伤吗？不，重伤。太强啦，打到人家啦。谢谢大家，我们可以结束了。这个是收集一定数可以提升季节等级，好，一个活动礼盒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好、哦、就是先随便玩一下啊、哦、我们只是来玩一下的。冰果票券两张，冰果、哦、那应该是可以玩两个。好的，那总之我们今天的实况就是到先到这边结束了、哦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 YouTube 上点个订阅，喜欢就可以得知每周获得不定时的最新动态。好，那也可以到粉丝团按个赞，推荐一个随随推荐跟随。嗯，好，然后我们就先这样子了。哦，那我再强调一遍了，虽然这可能应该是要在那个，我觉得这应该是要在，就是。等一下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好，算了，算了。好，总之就是对我只是随性玩的，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就是一直讲说技术太烂啊什么之类的。我跟你讲，本台就是休闲台，好不好？不爽不要看啊！有一种证明是刚我啊，拜托不要，真的拜托不要，我是急的，好不好？不要把我白玩，谢谢。